이전과 같은 실수를 반복하고 싶지가 않아서 원래 촬영 날짜보다 하루만 더 일찍 들어가게 해달라고 회사한테 제시를 했었어요. 근데 선생님을 보자마자 너무너무 미안한 거예요. 보니까 그냥 좀 쌓여있던 게 좀 풀리더라고요. 그게 파트너의 힘인 것 같아요. 오늘 같이 나요. 이번에 잘도 그치. 직접 얼굴을 보고 사과를 하는 게 맞다고 생각을 했어요. 그래서 직접 얼굴 보고 제 입으로 사과를 해드리고 싶었어요. 일단 参加一个 공조 你要尊重他，不要因为就是说错误的安排影响你的 reputation。 不是，我相信也不是娜娜愿意的，可是我相信是你们有些可能错误的安排。 굉장히 죄송스럽고 더 후회가 됐었던 것 같아요. 韩国人是非常有礼貌的一个民族，所以我想得到娜娜其实是站在那里准备道歉的。Hello，Hello，Hello。哎，所以今天娜娜是主持人吗？其实我今天要帮娜娜讲几句话，上次芝没有出现，也不是她愿意的，所以她想跟大家道个歉。 因为当时北京的是雷雨天，这确实不是他能控制的。여러분들의 소중한 시간을 제가 너무너무 죄송합니다. 我觉得大家应该守时嘛，就是你最起码的对职业的尊重。既然是都参与到这个节目中，还是要遵守比赛规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사람들이 너무 불만이 심하다 지금. 그래서 분위기가 좀 그럴 거라고. 어느 정도의 나를 봤을 때 예전처럼 그렇게 반기지 않구나라는 느낌? 팀을 위협하는 팀이라고 하지 않았어? 아니, 우리를 라이벌로 뽑은 팀이라고. 我做了年世纪了嘛. 거의 다 완성이 된 것 같은데요, 선생님. 그러니까 완성. 이제 우리는 올... 我觉得娜娜的那套运动元素几乎是没有。我觉得每一集都很多人都不贴题的。一针。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啊，무서워。 너무 안타까워. 점수 못 받는 건데. 저걸 저런 거를. 알잖아, 점수가 올라가지 않았을 때 그런 기분들을. 第六位要出场的这个来自韩国的娜娜，来，各位，投票通道开启。 저 같은 경우는 지금 이 서바이벌 게임이 저한테는 되게 경쟁이 아니라 숫싸움을 하는 것 같아요. 걔네들이 어떻게 나올지, 걔네들이 어떤 옷을 만들지 막 생각을 하고 굳이 다른 애들은 분명히 이걸 안 만들 것이다. 최 선생님이 280을 만들어주시겠다고 얘기를 하셨어요, 들어가기 전에. 근데 저는 그래도 뭐 꿈은 크게 가지라고 뭐 꿈을 크게 가진다고 뭐 잘못되는 건 없으니까 그래도 했으면 좋겠다라는 마음이 컸지만 这是什么？这什么？这不是运动吧？这个是蝙蝠侠。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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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们来。
配是配的好了，就强一点。谢谢娜娜，让我们有请娜娜的设计师崔范希。这个星期在娜娜的这个日常的流程里面，只有两个字，这两个字叫道歉，就是因为上一场的时候她缺席了。所以他今天在临上场之前也特地通过节目组的导演跟我说，想给他一个时间，让他向全场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和观众道歉。对不起，不会游下去了，请看我的表现。好可爱。다음부터는이런실수로다시반복하지않도록정말열심히책임감있는나나가되도록하겠습니다지켜봐주셨으면좋겠어요对不起啊，我想现场所有人的掌声哈，已经证明了他们心里面已经原谅了娜娜啊。还是一样，买家先用数字说话，来，有请第一轮。这是憋了一个礼拜以后，四位都当仁不让的爆发。哇，天哪，这个我刚刚说要破一下这个魔咒，现在看这个魔咒破的好大。我要告诉你们的是，目前最高价格伊芙丽，最低价格浪姿。董总的意思就是，我再也不会给你任何机会，我的娜娜回来了。哇，我非常惊艳，其实一直都很难找到好看的羽绒服，这些羽绒服真的是让人非常赞赏。谢谢。那现在我们要进行第二轮咯，朗姿、英曼、阿索比奥第二轮加价，请。진짜이번에와와우진짜从来没有录到过最后一位女神的价格如此劲爆，现在排名第一啊，手表价格最低朗姿。侯总突然之间觉得没有信心了，怎么可能是我？真的是你，真的。那也就是说，接下来董总第二次加价，而英曼和朗姿最后一次加价。어떻게
어떡해. OK，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我想问一下设计师，这个领子上的大的真毛是真毛还是人造毛？真毛，这看就知道是真的。真毛。真毛，好，真毛。但是我是反对真毛。我也是。不是我们。사실은이다운점퍼에가짜털을넣으면은그다운의가격이떨어질수밖에없어서그럼패딩같은느낌이들어서좀더하이엔드느낌을주기위해서는진짜털을써야된다고생각을합니다그래서이번에모든라쿤들은다진짜라쿤을썼습니다接下来我们来揭晓伊芙丽的第二轮价格和英曼朗姿的最终价格开始388哇谢谢谢谢我一定要表达一下我放弃的原因你为啥放弃没钱了呗没钱了呗对啊好好好没钱了太狠了太狠了我说实话我非常喜欢这一个系列的设计但是现在我的心非常的痛因为我听到设计师说他一定要用真毛但是大自然中的森林万物是非常宝贵的我们应该保护自然保护动物所以尽管我很喜欢但是我选择放弃但是我想我们现在服装工艺已经进步到这种年代了完全用假毛可以展现出我们真毛同样的一面所以我在征求我们设计师的意见如果是我能够拍下的话在我们的后续销售中我们用一种非常完美的假毛去替代的话我相信会有更好的效果我们的消费者也会接受好没关系我们的方总最终选择了放弃接下来就是伊芙丽和 Asobio 最后的争夺了目前领先的是伊芙丽伊芙丽啊来吧苏红小姐你的最后一次加价天哪真的没法再玩下去了哇董总这个可能是你参加女神的新衣到现在最最为难的一次了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伊芙丽的最后这一次加价能不能够帮助她现在逆转成功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揭晓最终谜底了伊芙丽的最后价格是420嘛对它是420今天苏红会很伤心两次竞价两次都没有能够最终如愿以偿的收得女神的心意最后是伊芙丽的董总以4281111元收得娜娜和苏曼希先生这套女神的心意版权谢谢근데점점점가격이계속계속올라가서지금생각해도꿈인것같아요그상황에선더꿈같았고너무너무 믿을수가없었고너무신나고그냥최선생님한테너무감사하고바이어분들한테너무너무감사드렸었고各位女神和设计师辛苦大家辛苦啦是一样要来宣布这一场的成绩第一名恭喜恭喜행복하니까다음에또1등을하게되면베이징덕을사달라고다음번에는뭘먹을지고민야오늘은우리잠안자고해야되지않아그럼요오늘은잠안자고해야죠老苏你等着我我一定会超越你我觉得是给我树立的一个榜样
我们互相的较量，但是一种友谊的较量。说大了啊，我觉得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动力。但是你觉得今天的冠军是很贴题吗？很多人都不贴题。